您好，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的原址是体校的老兵场吗？这我不太清楚，我们这是华西兵上中心。那我能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吗？来，金小姐，请喝茶。谢谢严总。坐。哎。现在啊，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原址是原来体校的老兵场。这也是我妈给我的地址，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这里训练。不过这里应该不是之前的兵场了吧？嗯，这里都是重建，原来的旧模样一点都看不出来了。让金小姐失望了吧？没有，其实我也没想到还能找到原来的场馆，能来这看看就已经很好了。严总，您能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开门吗？啊，是这样，其实我是一个速滑运动员，我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，所以希望借您的场地用来训练，保持状态。所以，您能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开门，单独让我训练吗？起床啦！我要睡到大中午啊！你起来，妈给你做好饭了啊。哎，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爸同意了。同意啥？同意你去滑冰啊。啊，真的？不是那个同意，是同意你暑假去滑冰。我本来就想去就去啊。哈。你是不是经常偷着去你小爷爷那儿滑冰啊？嗯，小爷爷跟你说的？小爷爷给我打电话了。哎，他跟我说啊，他那儿想招一个技术顾问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妈是觉得哈，一呢你可以顺理成章去滑冰，二呢还可以赚点零花钱，最重要的是你爸管不了。等你上了大学，功课一忙，你还真没时间了，这多好的机会啊！那不一定。好，我去。挣了钱给你买礼物。谁要你礼物？哎呀，出去玩，睡觉。哎呀，你这个，你快起来，起来怎么样，专业吧？这一看就是受过系统训练的。想不想比试比试？我跟人女孩比，不欺负人吗？这女孩啊，是从国外回来的运动员，来哈尔滨探亲，说后边有比赛，借个场地练习。你是怎么打算的呀？在我这偷摸练了一年了，去不去了？肯定去啊，但您可千万别跟我爸妈说啊，要不小心说漏了，我可就真去不了了。你小爷爷我是这样的，我还指望着你给我接班呢，我敢得罪你吗？哎，小爷爷，您借场地给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，别是小叔指望不上，您就打我主意吧。对，一北这个小兔崽子打死也不回来，非在北京飘着。你说我这摊子总得有人继承吧？我估计着你这青训营是考不上。哎，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更好，我就能安心的把这摊传给你。您能不能想我点好的？想好的是吧？来，给。这啥呀？护具啊？哎，我妈说的可是技术指导啊，您。你说我不跟你爸妈说点顺心的，能让你来吗？你看你这不就来了吗？
就你这，我不需要这个。你不需要，我需要。你要不背着他，别人能想得起来租他吗？你可真是奸商。奸商，你这是赚着了，要不然你老得偷偷摸摸来。你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兵了。那我谢谢你了。没事吧？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好，去玩吧，去吧去吧。嗯，阿姨店里做的冰淇淋真好吃，这么多年味儿一直没变过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儿。嗯。哎，叔叔阿姨，知道你要考秦岭的事了？不知道啊，你还不跟他们说？我咋说啊？说了我还能去得了吗？哎，这事儿，你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迟早得跟他们说呀，不然你考上秦岭营了，你咋去？这事儿吧，要是只有我爸，我早就摊牌了。但是我妈夹在中间，我不想让她为难。嗯，我明白。你说你那琢磨琢磨，你要是有啥需要我的，随时跟我说啊。哎，明天体校散伙饭你去吧。我又不是体校的人，我去干嘛？你不是体校的人，但你是体校的魂啊。不去啊？不去。大家毕竟是一起战斗过的队友，就算你不想见他们，那郭教练总得见见吧。他对你那么好，每次提到你都为你感到可惜。他确定去吗？他去啊。燕阳啊，青训营的事你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我听长安说，你是一边复习高考，一边还能坚持训练，是吗？是。青训营是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如果被选上，有可能直冲奥运。你会参加吗？教练，我……你是我带的学生当中最有天分的，如果就这样放弃，太可惜了。当然，老严的想法呢，我能够理解。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，要想出成绩，确实要付出很多很多，甚至会落下一身伤病，也未必有好的出路。我作为你曾经的教练，只想跟你说，如果你非常热爱短道速滑，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天阳啊，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希望你能做出自己的选择。谢谢教练。好了，有时间别忘了看我，啊。嗯。也许在你们当中，有些人不会再有机会继续站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上了。但你们要记住，无论你们走到哪里，做什么，这几年在训练和赛场上吃的苦、打的滚儿，不能因为职业的改变把它忘记。要做一个敢想敢拼的人。郭教练是把所有的希望、所有的重心全部都放在了你身上。我有时候我觉得我在你身边，我就像个陪练。我们为什么练短道速滑呀？不就是想着有一天我们能拿到成绩，能进省队，能进国家队吗？可是你当逃兵了，你就是个怂蛋。
所有人都说你是最厉害的，没想到你是最先放弃。他那不是放弃，你们啥啥都不知道。要不是严阳当时闹铃没响，错过了青训考试时间，人早在北京了。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，没事。又见面了，为我为我拿到金牌了。你太厉害了。妈妈说要感谢你教我滑冰，让我送给你一个礼物。回家我不想。小朋友，你不喜欢的吗？不想。怎么了？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跟哥哥说怎么了？我不想滑了。为什么呀？那都太疼了。那你喜欢滑冰吗？我原来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这样，哥哥先把这个给你绑上。谢谢啊，没事，戴上这个就不疼了。你有这个小乌龟呢，以后摔倒就不会疼了。哥哥教你一个办法，让你不会摔倒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把重心压低，重心压低，腿再张开一点，眼睛看前面，好不好？眼睛看前面，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对。就想把这块金牌送给哥哥。谢谢你，但是我觉得这块金牌是属于你的，你好好留着。哥哥，这个给你，我们家还有好多金牌呢，它特别好吃。那这样，咱们俩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这给你。然后你答应哥哥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滑冰，努力的滑，一定要坚持，好不好？好。以后我们俩一起拿金牌，来，加油。跟哥哥说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嗯、我们先走了、啊。拜拜。嗨。Hello。滑得不错。你也很专业。有空一起。好，有机会一起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给杨洋打个电话嘛。哎，用不着，他肯定没查。不信等他回来咱看看你绷住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芬儿，你查了没有啊？啊，是今天啊。我给忘了。你们查了吧？是不是分不高啊？爸妈，我觉得也正常，人家都是学了三年，我是最后一年才开始学的。这要实在上不了大学，就干点别的也可以嘛。553。啊，23，你考了553，真的？真的，快来！儿子，你太给妈争气了，你太给妈争气了。这不挺高兴的事儿，你哭啥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妈就是高兴，不哭。
不，好事好事，高兴事。哭了，考得不错，你哭什么？我没想到。行了，这都上一本线了，去哪个学校有什么想法没有？我想去北京。去北京好，北京能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嗯，北京好。家门口就没好学校了？我这段时间都给你研究了啊。东北工商大学，非常好的学校。哎，里头好几个专业，全国都能排上名。离家又近，周末还能回家睡觉。家里有什么事儿，你那儿有什么事儿，互相都能照应得上。是挺好的，但是这分不是刚查出来吗？你不能让儿子自己研究研究多好？他能研究什么呀？自己的分都不上心，我研究好一阵了，我还能害了他？就这么定了，东北工商大学，咱现在就看看选哪个专业。啊，随你们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不是，儿子，你自己也想想啊。不管他，我给他选好学校就行。金鱼就挺好，你自己好行不行？听我的，没错，就听我的吧。喂。哎，干啥呢？在家呢。来星海工厂，咱吃烧烤。不去。来吧，磨叽呢。行吧。马上来。说你那个报志愿的事儿咋样了？我爸想让我报东北工商。岩阳啊，这么多年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学霸啊！去吧，那东北工商好啊，以后学金融赚大钱。别搞体育了，怪累的。闭嘴吧你！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吗？你咋样？查了吗？我查了，达县了。能去个体院，但我不想去。我想好好考清平。你爸能让你去？我不管他。那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实现，凭什么跟他做生意啊？哼，想让身边人都觉得我是个富二代啊，啥都得靠家里。我不想这样，我想证明我自己。我学体育，我就觉得竞技体育是最公平的。我也想看看靠我自己能干出点啥。取啊！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急死我了！到底考上没有啊？没考上是吧？哎呀，自己看看吧，你宝贝儿子。哎呀，东北工商大学。哎呀，这不考上了，考上了吗？你怎么还盯着我？你怎么这么不够意思呢？行了，赶紧做饭去吧，做点好吃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好了，工商大学呀！哎呀，哎，没白折腾。来，咱们一起敬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一杯酒啊！来，真给老爷家争气。哎呀。
大学生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哎，小叔，你看你又破费，还是个学生呢。哎呀，大学生了还不用点好的啊？这我还是让一北去帮我挑的。电子产品他比我懂。林阳，快谢谢你小爷。哦，谢谢小爷。谢什么谢呀？哎呦喂，小叔。哎呀，等着洋洋啊，大学毕业以后就跟着小爷爷一起做生意，准比你那个不成器的小叔叔强。跟着你小爷爷能学着真本事。小爷爷，我不想做生意，我想洋洋。今天大伙儿都替你高兴的啊，爸也为你高兴。早就跟你说过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只有好好学习，没别的出路。我们都是过来人，那走的弯路也多。听你爸的就对了，听你小爷爷的那更对。行了，咱别说这些了。洋洋够争气的了。小叔来，咱吃菜吃菜啊。小叔，你要不是先稍等啊？啊。我们找个大的，环境好的。对对对。对不起啊，先生，周六中午我们的房间啊都订满了。啊？我们提前这么多天订就满了？对呀，我们还就选了你们家这个饭店。你看这，给我们想想办法啊。啊？真的对不起。好吧，加几圈，你喜欢就行啊。小严，哎，哎呦，这么巧，好久不见。是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这回我们送了啊。去，我把那个郑总上面招待好啊。再见啊，那个郑总，有空常来。这么巧啊，老贾，来吃饭呢？你不知道是吧？这我的地儿。哎呦，这不几个朋友非要吃我们家菜，这我正好赶上过来陪陪他们。哎呀，这生意可太火了。那你快忙吧。不忙。你们来干嘛了？啊，是这样，周六啊，我们想给洋洋办个谢师宴。刚才姑娘说都已经都订满了，这你们这真是火。哎呀，确实确实。管啥呀？就是周六周日，这赶上节假日，这确实订房的人就多了点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那个长安说，洋洋是考上东北工商了。啊，真好，是真棒。这洋洋真是好孩子，我从小我就看好洋洋，我就知道这孩子有出息。不像我们家那长安，哎，不是长安也挺好了。我老跟老严说，洋洋交了个好朋友。你就甭安慰我了，好啥啊？你说就这臭小子，我都不知道哪根筋搭错，就喜欢搞体育，这不什么也不干，就忙着那个冬奥会周六青训营选拔赛，就是。哎呀，老贾，趁早听我句劝，千万别让孩子搞体育，没出息，没出路。该考大学考大学，哎，该做生意做生意，是多好啊这儿。关键是孩子大了他也不听啊，是吧？骂不得打不得。我呢就是随他了，他要是能选拔上挺好，由他。选不上反正不像洋洋，他也不是上大学那个料，就趁早回来就老老实实跟我打理这点生意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谢师宴是想周六中午还是晚上？我们是想中午。中午啊。哎，中午包厢都订完了？都已经满了。哦，哦，我看看。行，甭看了，你这样，你把那三个八，给他们留好，好吧？那天三个八，你好像要请李总他们。哦，我知道，他们天天来这吃，我带他们吃个别的地儿，你就给他们留下就行。哎，那不行，别，算什么呀？那洋洋考上大学这是好事啊，我这做叔叔的也得表达一下心意，是吧？那天中午我有时间，我一定赶过来，我一定请两杯酒宴。呀，那欢迎，好，订了订了。哎，那个订好啊，账算我头上，好吧？这不行，都自己家人给钱，给啥钱？哎，都自己家人，就这么定了。不行，该给钱给钱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就这么定了。怎么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考完试就能天天泡到冰场里了？贾长安要训练，非得让我给他掐表。我听人长安他爸说了，人家长安周六要参加青训营的考试，你说你又不去，你用这点时间好好收拾收拾你上学的东西，你老凑什么热闹？我跟人家玩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可收拾的？哎呀，这洋洋去也是帮着长安提高成绩嘛，洋洋。把这衣服脱了，一会儿妈要洗衣服了啊！哎，你看我一跟他说话你就打岔，打什么岔？你少说两句吧。
你干啥呢？怎么老半天？冰场了。小心点啊，别摔着。啥时候这么刻苦的？这不青训营开始要选拔了吗？活动活动，练练。我跟女神在一块儿呢，你快点，有事快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爸好像跟我爸说了周六要比赛的事情。我爸要问你，你千万别给我说漏了。不是，你还没跟他们坦白啊？你说这大学录取了，时机都成熟了，你怎么说呢？那是参赛的时机，不是坦白的时机。我要现在坦白，选拔赛我就别想去了。再说了，能不能选上还不一定呢。那你肯定能过呀，你重点大学你上不上了？要选上了再说吧，周六见吧，啊，拜拜。严阳，老替他操心，走。算了，来不及了，别去了。我出门了。大早上连饭都不吃，往哪儿跑啊？贾山约我，他请我吃早饭。还有约早饭呢？那还有一大早喝酒的呢。这孩子也要出去吃早饭，你就让他去呗。别忘了中午的谢师宴。嗯，贾山他爸那饭店。888，啊。好嘞，早点去，别让老师等着你。好嘞。那地址、包间和时间都发给老师了？啊。都发了，今天啊，咱俩得早点去，得把这菜啊提前点上，得把这个谢师宴弄得体体面面的。嗯，可是洋洋考这么好，不容易。嗯，咱不能差钱，尊师重道，得做好了。哎，2022冬奥会即将在北京举办，为了发掘和培养更多优秀有潜力的速滑苗子，为国家队储备后备力量，国家体育总局和相关部门有关领导进入深入的研究，决定成立冬奥青训营。这对你们年轻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极其特殊的机会。进入青训营之后，将进行与国家队同级别训练，成绩优秀的可以直接进入国家队，与武大靖、韩天宇这样的优秀前辈一起为国争光。此次选拔呢，每个地区只有一个入选名额。进入青训营之后，你们将面临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运动员的残酷竞争，训练成绩排名靠后的运动员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。竞技体育永远都是这么残酷的，但这样的残酷可以让你们变得更加强大。我也希望你们在今天可以拼尽全力，赛出自己最好的水平，超越自我。更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不负韶华，砥砺前行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大声点儿！行了，走吧。嗯，走啊。走啊。走走走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磨蹭了。我没拿包啊，你这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的。那个不是省体的冰上一刀岩羊吗？好像真是的。哎，我听说他不是退役考上大学了吗？他咋来了？估计是没考好，想回归了吧？那他要是回来了，咱俩还有机会吗？当年可是连他尾灯都没看见。没事，他都停训一年了，怕啥？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，由于冰面有点问题，为了保障赛事正常进行，我们将进行紧急休冰，比赛时间延后，请各位选手耐心等待。
先生女士里面请。我帮你拿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不错啊。哎，七百啊。这高级啊，就是不一样啊，这。你瞧瞧，还有喝茶的地儿。哎呀，真好！这老贾这地儿啊，真是不错。你多贵呀！可不是啊。行了，我先下去点菜。啊，来，你给洋洋打个电话，别让他迟到了。我知道，你别忘了给洋洋点上那肘子和那个锅包肉啊，他最爱吃了。请老师吃饭，请他吃饭呢？你看着点吧啊。哎呀，真好。冷吧？冷，太冷。穿少，那你多穿点。我速度可快，刷刷的。你加油，冲第一，冲第一。那必须的。哎妈，我在路上呢，快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放心吧，啊。好嘞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久等，没事没事，快请。严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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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。哎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好嘞。哎，严阳呢？路上呢，也堵车，马上到了。哎，严阳不是参加那个青训营的选拔赛了吗？我家那臭小子也去了，说是看见他了，好像是分在最后一组。林老师，您说的这个是滑冰那个选拔赛？对呀，他没跟您说呀。啊，那他可能一会儿就能到。你不知道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先盯一下。哎，李老师。哎，这个选拔赛是在哪儿比呢？啊，就在他们体校。啊，啊，各位老师先坐啊。哎，杨总裁，你再走了多不好啊。选手各就各位，预备。跟我回去，爸。爸，你把冰刀给我行吗？马上到我这组了，我求你让我比完行吗？一年前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放弃滑冰，好好考学。现在考上这么好的大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参加这有什么用？你想气死我和你妈是不是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从小教我滑冰的是你，要求我滑得比别人快的也是你。我现在滑得很好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搞专业？现在滑得好，不代表搞专业就能滑得好。我跟你说过，搞体育没出路，尤其咱们这样的家庭，更不应该走这条路。咱家庭怎么了？咱家庭怎么了？体育是公平的，只要成绩好，谁都可以走这条路。爱谁走谁走，你不能走，给我踏踏实实上学去。
你永远都是这些话。你让我从体校退学，我退了。你让我考大学，我也考了。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好好参加一次比赛？家里什么都听你的，难道你说的就一定对吗？我都是为你好。你是为你自己。说什么搞体育到头来只留下一身伤？你那伤是划出来的吗？你是喝酒喝出来的。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，谢谢各位参赛选手。在不在？是不是爱的力量？主要是你来了，如有神助。在笑话。累不累？还行。哎，爷阳了，我怎么没看着他？刚才有一个拄着拐棍的叔叔特别生气，把他叫出去了，然后就没回来。拄着拐棍的，不能是他爸爸？是。这下完蛋了。哎呦，我这赢的也胜之不武啊。人呢？你都走了。哎呀，这都没吃饭的吧？快快快快快，先坐下吃饭来。大小伙子就怕饿着，坐先吃。来，振华。哎，振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你说这孩子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，背着我们参加那个青训营的选拔赛，你去得了吗？那滑冰能当一辈子饭吃？哎呀，孩子喜欢滑，就让他参加一下吧。我见过杨洋滑冰，杨洋有天赋，有天赋他也得有这个命。我让他学滑冰，那是锻炼身体。谁让你搞专业了？我们这个家庭，搞体育他就没出路。要不是当初我把他闹钟给调了，现在啥也不是。什么闹钟？你没喝就多了吧？啊，瞎说什么呢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我这儿为他好，这事儿我就没后悔过。到底干了什么？你以为去年的选拔赛是睡过了？我那是前一天晚上把你的闹钟给调了，要不你现在能考上大学？你考个屁！早晚你得谢谢我。你得理解爸爸，他都是为你好，他不想让你走他的老路。我理解不了。哎，呀呀，爸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，你的决定是错的。体育这条路，它越走越窄，想出成绩它越来越难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以后的事谁知道啊？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现在想要什么？我不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，我的现在就是你的以后。我们为什么练短道速滑呀？不就是想着有一天我们能拿到成绩，能进省队，能进国家队吗？可是你当逃兵了，你就是个怂蛋。搞体育没出路，尤其咱们这样的家庭更不应该走这条路。那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实现，我也想看看靠我自己能干出点啥来。青训营是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如果被选上，有可能直属奥运。
如果你非常热爱短道速滑，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在雪场。